大家都凑这个这个日子过来登登记呢。哦，我的妈呀，人特别多。哦，2011。选择今天这样一个日子来领证登记呢？有纪念意义吗？有纪念意义。对啊，今天人特别多。对啊，我早上七点半来排队，前面已经30多人了。七点半都来了。我七点半来的时候，前面30多个人呢。七点半来的时候，前面已经有很多人了。对，上班时间。8点半。8点半就开始上班。对，8点半开个门，然后就开始排号嘛。感觉怎么样？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情？我也说不出来有什么心情，反正还是挺高兴的嘛。我觉得这日子很特别嘛，所以就专门选择这个，专门等着这一天我们来的。您是几点来排队的呢？我看我们从咸阳那边过来的嘛。哦，专门从咸阳赶过来。嗯，因为从那边过来，所以时间晚了点。本来早上起床。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，你愿意相信除了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他。